的主题跟上一组是一样的，也是关于性情大变。我啊，好，嗯，他们已经性情大变了。不是每一个人吃多了都像孔孝莹这样的。来，思思呢？啊，思思，你有什么时候是性情大变的时候吗？这个话怎么会这么怪？我唯一性情，我不知道上组长，我唯一性情大变的时候就是笑死我啊。就是有人欺负我们的粉丝的时候，我不管你是什么台什么台啊，其实我要说，因为听到这个新闻之后，我有个朋友来问我，他说你们是不是真的雇粉丝去干什么了？在这里我要正面回应这个问题，我们确实雇粉丝了，我们的粉丝是 good， 而且还是 very good。 然后就是有一个东西会让我心情大变，是钱吧，钱。嗯，对，就是什么，哎，不要这样子，没有说你啊。 money 变吧。有钱吗？就是我哦。好，爱你么么哒。哦，完蛋，太受欢迎，人人都爱我，怎么办？一边去。哼，我告诉你，我是有主的。老猫，其实我并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性情大变啊，因为好像我知道你应该是遇到，就是有一种女性嘛，就比较嘚儿啊，然后就会大变，然后就会性情大变，对，就会去一趟厕所大便。哦，我哭了。Taco 呢？爱情。Taco 性情大变，不要被他吓到了。他真的被吓到了。没事，没事。我一般不会性情大变。我总意识到那句话，不会性情。什么？是？没有，没事，没有，我自己的问题。我一般不会性情大变，因为我就是会在内心里，谁是性情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好笑，谁是性情？哈哈哈哈。这一般不会性情大变，只会大变呢。我觉得我比较好笑，因为他可每次看到我就笑场。你就是大变啊啊！到我了。啥？小爱呢？我们跟他绝交。我性情。嗯，谁跟我抢思思的时候，我就是性情大变。其实他现在性情大变都是我教给他的，还有这个啊是他自己发明的。结果我今天和温温教的他一个更神奇的，更让他性情大变的。耶、yeah! 耶、yeah! yeah! yeah! 我们也要玩，我们也要玩，不带你。对呀、啊，这个游戏要一个一个加入进来才能。明白，你们要玩吗？就是我们要很有默契，就是我给你们一个对视。呀、yeah! ！棒吧？好笑。蒋云呢？性情。我觉得他拉低了全场的智商。蒋云呢？你什么时候那个？哪个？性情大变的。哦。嗯。No， 这家伙。哦。来，过来。呀、yeah! ！我过来。要打起来了吗？干啥？不干啥，然后回去吧，再见，拜拜。啊、哦。我以为你要挖眼睛了。哎呦。这种我以为你们会有一些什么暧昧的举动之类的。有些东西不能再坐在台面上，要回去自己。那换句话说，就是私底下随便来。
这个你就不必多问了。对，我希望明天还能见到云臻的眼睛。你还要继续？云姐说我还小，我不知道这什么意思。紫薇你在哪儿？紫薇，你的眼睛是不是不要了？好可怕！哦，云姐我错了 ，Kiki 呢？哦，好怕！你眼睛是不是不想要了？我一直都很温柔，我没有大便过。我是问你什么时候性情大变？关灯了之后吧。然后，那我们模拟一下关灯了啊，吧嗒，关了。因为他在下杀鸡吃。你说什么？你快说你眼睛不想要了是吗？你眼睛不想要了是吗？哎，我告诉你，信不信现在把你嘴巴分出来。紫薇，你想干嘛？紫薇你为什么不开灯？紫薇，你干嘛欺负我的粉丝哈？他欺负我的粉丝，我就要性情大变了。是他就是个大便。那么我心情大便的时候，就是我吃了东西，然后我不想吃，但是你也不能吃，然后你要是吃了的话，我就会生气。打个比方的话，就是狂音只能睡在我的房间，他要是睡在别人房间，我就会生气，就这么道理。好了，谢谢。来，快。我还有个生日祝福。ID 叫无意的微笑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心情大变。对对对，祝你心情大变，天天开心，谢谢。耶！我也有一个生日祝福 ，Jacky 奇叔，祝你生日大。回去都要怎么了？我觉得那个出题的 staff 应该没有想到我们会变成这个样子，是他有点后悔不应该选这个题目。好了，请接下来欣赏。我觉得大家性情大变以后都好可怕。好，下面请欣赏一下一首歌《记忆的拼图》。